No, hey, you go. How's your tool up on that?死了死了！妈的，偷车贼！你妈的！妈的，人在哪？我操！跑一楼去了。在。找了找了。他们在这儿。救吧救吧！我架一会儿。 我来，我脚丫。别进来，别进来，别进来，扔雷了。打一个，打一个。房子。妈的，喜欢架，这有87的甲，三级甲。啊？滑滑滑，这边滑滑滑滑，这边我们来了滑。 想动车什么意思啊？想跑，想跑。打头了，八六了，八六了。一楼倒了一个，又倒一个。没跟你慧姐。我操，慧姐一说这什么情况？不是，这是从你家飞进去的。<笑>我看。在这车门口，他直接在里边。我看慧姐打了一。 打的，五强这里，右边，右边还有一个，右边还有一个，我的天哪！ 这人打他这么多枪没死吗？我操！有车来了，我们脸上，慧姐准备打。哎，他给我手，快来快来，两个人，就两个了。前面我们前面，黑八，一个左边坡左边，我干他去了。这个车是好的。OK， 接下他，我开车捞，给你们拉下线。 我给你们拉右边这个大炮，哎，俩有人，嘿嘿嘿嘿，我的，打一枪一枪死，直接一，打两枪趴着的，什么情况，兄弟们？哎，我不能开枪啊，为什么？我二号位都不能开枪。 老子直接一个甩尾给他碾死，先打哪？听你的。先打三肉吗？可以，楼顶就有一个，好像是跟山上一个。哎，脸上，脸上，脸上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得了得了。谁打我？打两枪，打两枪。 楼顶，我把车挪一下，有点在抽我们。他倒了，牛逼！还有啊，好多，倒了。拉出来了，标点，死路。死了，倒了。啊，两枪！走，直接干他，这是另一队的。啊，喜欢抽。我。 啊！哟，哥，哎，有雷，要被打吧？你好像，这雷，在那边，没看到。